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妮娜。今天我们做一期很特别的视频，我们来做一期开箱视频。那么前两天呢， Self Portrait 这个牌子是我一直特别喜欢的一个牌子，它的网站在打折，所以呢我就咬咬牙买了好多条Self Portrait 的裙子，就买了好多条裙子。那左等右等，今天终于等到了。不过等到之前有个小插曲啊，虽然他们给我打折了，但是他们居然让我补了大概650块钱的关税。我左思右想要不要补呢，心想反正是打折买的，还是补吧，不然白白浪费了那么多时间去挑这个裙子呢，是不是？好，现在我们来开箱，看看都买了什么。现在就是有这么一堆。哇，里面的是这样的包装，我忘记这是在哪儿买了的。看这一箱，它是这样子的，然后我把它弄打开。好像不是我买的，是我买的哦，是我买的。这个不是小乔的，这个是我前两天刚发现的一个牌子，他们家就是专门做衬衫，然后我买了这个，我们一件一件试试看吧。首先是一个这样的白色的衬衫，衬衫还挺有质感的，然后它的那个袖口有这样的。像是扑克牌的那个红心和黑心那样的，可以系领带。哎呀哎呀，是这样，就是这样系一下。嗯，还不错。这个背面有这种纹路，还挺好看的。单都不错，而且就是特别特别有质感的那种感觉。然后它每个的花纹都很特别。专用开快递的刀。里面是两条 Self Portrait 的裙子，这是一条枣绿色的，特别特别绿的裙子。我们来试一下，这个就是有一点那种星空的感觉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个纱特别特别的梦幻，然后又有一点点性感，对吧？那我可以配一条腰带在这儿，有点正式的西装的感觉。现在继续看一下，目前来说所有衣服都非常满意，还没有说我想退的那一件。好，先看下一个。终于到了今天的主角，从英国寄过来的，让我补了好多好多，补了600多税费的 Self Portrait。 来吧，我们打开看一下。什么？这好像是个眼镜。哎，哦对，我在网站看这个眼镜还挺可爱的，是这样子的，装在这个盒子里。我们先戴上看一下。做工还挺好的，看看这里面这件是什么。我不记得我买过这个衣服，我不记得我买过白色的东西。哦，这是拿来配牛仔裤的，是这样子的。我不想穿牛仔裤，我先不试这件，换一个。就这箱就没了，一箱里面就一条裙子，难怪给我寄了这么多箱。下一个。哦，这个好看，这个特别好看，但这个就是感觉穿的场合很少，先试一下吧。有没有点那种修女的感觉？裙子那么长，是不是？这样，哎，坏了，还有三箱。哎，它果然是每个盒子里面是一件衣服。
哎，刚说完就打我脸，这个盒子就上了两下。这个是这样子的，然后还有一件这个，穿上试试。我把所有衣服都为了节省时间，这衣服都拆下，就剩下那几件一起拿出来，然后一起试一下。哦，这是那个小裙，然后这是那个上衣，上衣我不试了。这是那个特别范儿的西装，这个我也不试，今天就试全件。我是妮娜，因为生活在美国加州的地产经纪和注册会计师。那今天呢，是我第一次分享开箱视频，因为之前有网友跟我说过想看一下这一类的视频哈。那我今天第一次做，那么做的不好呢，大家可以见谅。那以后呢，我也会陆续更新这样的视频给大家看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，一定要给我点赞哦。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，要记得关注我哦。那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